看来也不过插标卖手，速速斩死二人！ 囊中之物，给敌人最后一击。 真是精彩，如此就夺回白马了。云长，恰逢初春，正乃是以远行之时。延津之地，据传有人建议青龙，从天而降，囚于凡人之身。 莫非兄长身在彼处？不妨亲自前往此传门提及之地，一探究竟。按将军的吩咐，将马厩里的马牵来了。没想到是赤兔，居然还活着。此骏马能日行千里，但是非常人可驾驭。 是在下多虑了，真不愧是关将军。吾送云长出行。 特此预备一份薄礼，感激不尽，明公大恩，他日必报。听闻延津已沦为妖魔巢穴，可否前往助云长一臂之力？嗯，是。